者陈慧琳台北报道，蔡依林过年期间因为病毒感染入院治疗，不得已取消原定去米兰看时装秀行程。她收到很多关心花篮，而今天她也首度发文，即使身体不适，她仍挂心造成别人困扰，十分贴心。看到宝格丽送来的慰问花篮，祝福早日康复，蔡依林说，真心抱歉没有照顾好身体，错失了今年大秀。他也谢谢品牌团队的美丽祝福。网友看到蔡依林发文纷纷留言，希望他好好休息，早日康复。蔡依林病毒感染住院，粉丝都很关心他。华纳提供蔡依林收到祝福花篮，反射自爱他滚。